佛教智慧故事，以见证灯天眼第一。阿弥陀佛，这位大德可是来礼佛的？是啊是啊。那由老衲为大德您讲解一下礼佛和供佛的意义吧。你快讲吧。大德您请看，佛前所供的灯，这是象征佛心的光明与智慧。燃灯意味着点燃我们内心的自性灯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苦难时，就要能够舍己为人。大德，您说对吗？对对。那老衲再为您讲解礼佛的意义吧。快讲快讲。这礼佛一来是怀念佛陀，二来是提醒我们要以佛陀为榜样，遇事觉而不迷，断恶修善。大德，不如给佛陀上柱香吧。不了不了，我今天还有急事，明天再来。祈求佛陀保佑国泰民安，家里一切吉祥。阿弥陀佛。我的妈呀，累死我了。这礼佛一来是纪念佛陀，二来是提醒我们要以佛陀为榜样，遇事觉而不迷，断恶修善。觉而不迷，断恶修善。真是的，怎么这个时候想起老和尚的鬼话了？佛前供灯，这是象征佛心的光明与智慧。燃灯意味着点燃我们内心的自信灯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苦难时，就要能够舍己为人。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我才没那么傻呢。祈求佛陀保佑国泰民安，家里一切吉祥。别人都拿宝物来这里祈福，我怎么能盗取宝物来满足私欲呢？请求佛陀原谅，请求佛陀原谅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
点灯功德于未来世中可得八种可要圣果，分别是：一、获圣肉眼；二、得于圣念，无能测量；三、得于圣上，乃至获得天眼；四、为能圆满修集道故，得不缺戒；五、得智慧圆满，正得涅槃；六、先所作善，得无难处；七、得执诸佛，能为一切众生之眼；八、得为转轮王，所得轮宝不为他障，其身端正；或为帝释，得大威力，具足千眼；或为梵王，善知梵事，得大禅定，并以此回向菩提善根。Thank you.